立冬，你干什么？立冬，你立冬，立冬，站站，你这个讲错了。小猪站起来，小猪站起来，小猪起来，骑上去，骑上。哎呦，阿米老师，阿米老师，这个姿势会弹错，会弹错，会弹错。摸头头，摸头。好，两个人这就对了，人多人多的话就拖泥带水，对对，超过三个就不 OK， 挂掉。这是拐瓜裂枣，后面都是照顾者，全得罪了。啊，两个他是个黑社会美眉棒棒糖，哎，这个常组合啊，对呀，这个一定很熟悉的，对呀，两位好。哎，我是黑社会美眉妖娇，妖娇啊，妖娇，妖娇，妖娇。认识你蛮久了，这一辈子没有看过你穿长裙呢。对，对，因为今天要，今天是那个模仿，没有没有，因为主要腿是你全身最重要的优势。对啊，我今天还有点还，就想说奇怪，怎么除了腿以外，我们还能看什么？不是啦，我是在问脸呢。哦，对对，我是在问你啊，看脸是吧？我今天就想说这个，我这个盖起来有点奇怪，哪里觉得奇怪？对对，以前是黑社会妹妹，旁边这位是弟弟呀。啊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前模范棒棒糖二军成员团体宅男俗团长 Terry。太长了，开口好长。没有他的目的为什么要这么他？他目的要让人家讲说，哇 ，Terry 好长哦。那你们两个今天在这里组这一团，应该其实团名我帮你想好了。有什么？哎，很棒，一出来就红。好，先跟我们想一下。对不对？因为你们算是有同事的情谊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两位都结过婚嘛，对，我们这个叫婚外情。表演吗？喂，那太恐怖了啦！对，他们不表演，他等一下会推床去。哦，哎，来，我们还真的有床吗？为我们演绎一段婚外情，还真的有床啊！真的有床，一起来欣赏你们这一团新团名叫什么？老黑棒 ，Who care？ 我们叫婚外情带来精彩的表演。你是我最重要的知己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。嘿，我醒了，叮叮。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黑白配，重点是看我这一身的打扮就知道我是李罗。阿郎送酒的树瓜，我是黑人陈建州，好不好？不要开玩笑。重点是在我旁边这位是范范，范冰冰。请你老婆。好了，丁丁，我们不要吵架了。今天呢，重点是，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尽职的保姆，叫做小坤宝。我们平常都会在那边打打闹闹呢，然后吓吓他，制造一些我们的生活情绪。你很爱吓小坤宝，不要别身边吓他好不好？对啊，很好玩嘛，生活情绪嘛，对不对？懒得理你，我要进去照顾宝贝们。好，那我把它躲起来。等下小红宝来了。哎呦，菲菲小霞，菲菲小霞，出去玩好不好玩啊？菲菲小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黑人范范家的超人气保姆小红宝。但是呢，每次来照顾菲菲小霞，黑人都会来偷偷吓我，害得我每天都魂不守舍，然后很神经质，动不动。就很怕我会受惊啊，是沙发啊，客厅。哎，但是今天客厅好像没有人，我现在补个妆好了。啊，鬼啊！原来是我自己素颜，吓我一跳。好了，今天事情好像蛮多的。菲菲想想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扁扁啊？来，我们去换尿布哈，走。哎，是不是二扁扁了？哎，是不是二扁扁了？哈哈哈！待会看我怎么吓小亨宝。哎呦，小亨啊，不是，别想想，为什么你们这次量这么多啊？黑人很讨厌，为
什么要吓我啦？你怎么这么闲啊？那个就是那个菲菲想要屎尿屁啊！要不要吓我吗？要不要吓我吗？是你先吓我的，呸呸！哎，你们不要在那边吓小亨宝好不好？哎，丁丁。你不是在休息吗？范范姐姐，你看他，他都一直吓我，好好可怕哦！哎，拖鞋拿出来打！没有，我一直没看到你们，听到你们声音很吵啊，我没办法休息。就他一直在吓我啊，幼稚哎！没有啊，就生活情绪嘛。嗯，很无聊。你不是在？没有胀奶，不太舒服。胀奶啊，胀奶哦，胀奶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学过推拿，我帮你按摩一下，你就会比较舒服。我是他先生，不用。哦，那这样子，你是先生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你帮他按摩一下。好啊，你按一下，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啊，算了。是不是不敢？你觉得按完之后，你们两个之间的爱会一直闪亮？我听见爱一直在闪亮，就在下一个人坚强。哎，是 Harry 好不好？那是 Harry， 那是黑人。舞美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搞错，你们两个很像。他是黑人。对，那这样范范，你现在还会不舒服吗？对啊，不舒服。小汉堡，你跟我进去了，好了，那我去帮他。我在旁边看就好。啊，你好好处理嘛。奇怪，小恩宝都吓不到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他们最怕这个东西。哇塞，这量也太多了吧！哇，他果然真的是胀奶，哇，好多。哇，你好会挤哦。对啊。哎，小恩宝，你除了照顾小孩，你还会挤奶哦？对啊。那你可以示范一下你刚怎么挤吗？刚怎么挤哦？对，刚刚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以为范范是住在埔心农场是吧？我们家真的养了一头牛呢。不要闹了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恒宝，赶快进去带好菲菲想想。好，我要跟我们家的丁丁一起来约会了。打鼻，走开啦！丁丁，打鼻，丁丁。哎呦，你真的是婚外情哎！哪年啦？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，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，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，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唯有谁笑得这么开心了。自己加戏，明明结束了，然后还在自己加戏，你看还有，还有哎，还有戏，没有了，没了啦，哎呦，掌声，哎呦，厉害，来，哎呀，哇，
不错不错，很好，怎么蛮有意思的一段演出，感觉的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照理讲，我以为他们两个是表演舞蹈或什么，哎，没想到是来一个喜剧，哎，加入生活的元素，来来，感觉怎么样？来来来来来，我就想说前面表演短剧的时候，我想，不是要组团吗？哎，怎么会突然变成搞笑的团队？你怎么突然间变成评审？我没有变评审啊，就刚才看到的演出啦，讨论呐，讨论。包大哥，包大哥，你的对了，我觉得是算是耳目一新了。因为他们，我对他们认识也就是在棒棒糖跟那个黑社会妹妹嘛。嗯，那今天他们做这一段表演，我是觉得把那个黑人跟范范的家庭的精髓有抓出来。他评分我们是不把这个评进去啊？没有，我也是他也是点睛。对呀、啊，哦，他有加分的作用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是以这个当年的节目主持人，就是的陈建州跟范玮琪刚好、啊，然后让大家唤起对《魔方棒棒糖》这个节目的一个记忆，这样子、嗯、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也就是各自都哎、欸，你们两个错了吧？哎、嗯欸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应该是要新的记忆组合。对啊，干嘛要去唤起？我们就已经离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新的都有默契。但是以前都是跳热舞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不跳热舞。哦，有所改变就可以了。现在成熟了嘛？成熟就是。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岁月不待人，但 Terry 今天真的是哈，我们看他这么多，真的是笑得最开心，真的是。然后又旋转，对，一整个好灿烂，最后那个 ending 迟迟不肯分开。哎，最重要他的微笑曲线拉到太阳穴，对，而且是真的是他在讲啊，他说那个美玲怀孕的时候，让他回想到他们山上那个神木，有吗？神木，抱不住，抱都抱不住，很多人玩抱。这个你看每个动作都有该冰的动作，有。加减都还有一把没抓到呢，当中还有一把没抓到，漏抓到，漏接。宪哥，宪哥，其他全身都摸头痛。摸头。都没胸贴的，是吗？双赢，双赢，来来来，小猪贴三张，好。一张哎。哦呦，我头发藏在里面，粘在衣服里面。如果藏在里面，扣子必须打开，不然这样子会拿。对，我要贴那个，会扯破你的扣子。不是，因为他这个会，我要贴很贴。哎，他也贴到背，怎么两张而已？屁股一张。我不行，要检查。你在哪边？旋转。哦，腰间。哦，一二三，哦，要让对手看到了吗？三张，一二三，哦，贴在那个地方。来，转身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好，预备。好，开始。有策略的。腰条慢慢靠近木椅。先死角。哦，中间不要被站走了。十位，十位，哦，哎呀，十位，好哦，十位，哦。不行，跑出来！停！比赛看你，比赛看你，比赛看你，好可怕！不要那个
表情，哇，太恐怖了！哎，杀红了！来来，女判官你来看一下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撕下几张？两张，两都两张了。都两张。好恐怖哦！你在撒谎。来来，姚姚娇伸唱剩下几张，然后姚娇现在翘着二郎腿在旁边抽烟呢。姚娇一张，按你呢，你衣服先整理一张，衣服先整理前面一张，衣服先。但是你为什么会贴上别人这一张？加分加分，两个就粘在一起。脚上一张，他这里加分。好，各位，本席郑重宣判，小猪这边是剩下一张。这边胸口还有一张，哎，宪哥，睡睡睡，你干嘛？我刚才抖了一下。三叔啊，三叔，我，三叔，你抖了一下，我已经流到脚趾头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三叔。这比赛太刺激了。好，行了，这一关两位平手。哦，好可怕！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我那么粗鲁，对，好姐妹，哦，小手哎，要教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你刚刚杀他的眼神，哎，飘飘的表情好可怕，对呀，就是。哇！你输来就这么猛，你的裤子，哎，下半身失踪啊，这个很 turbo 哦，这个，对。哎呦天哪！这种有遐想，我一样穿裤子，马上有反应了。哎，刚刚身材怎么这么好？太好，不是刚刚那个动作太可怕了。对，好，来来来，那咱们就直接来表演了。表演当中，最后他会把他的头套拿掉，穿这样表演，穿这样表演，然后这个拿掉之后，可是为什么要戴头套？他长得先不让你看到他，先让你看他身材，然后看到他的脸之后的变化。对，你。在上面到底你产生什么样的化学效应？而且女生呢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全露，一见面脱光了没什么。真的，对，我超讨厌的，超讨厌的，对。再怎么赶时间，拆礼物还是男生的权利啊！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不要给搞自己。哦耶哦哟，这边效果准备了啊！好好好 ，Are you ready? OK， 好，加油 ！Call me back girl。哇哇哇哇！哇塞！哇校园那个表情，太夸张了吧？太夸张了嘛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加快节奏了！哦，对。真的不能用有色的眼光来看这种艺术的表演，真的，表演真太好了嘛！欧弟哥，不是，我这裤子有那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请那个邱咨询师先告诉我，请帅外套，来来，你刚刚好，如果说这个兴奋指数200分的话，刚才哈校园呢有170分，第一段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脸，你确定才170吗？还没看到脸就170分呢，是，然后呢，看到脸之后呢，摔到只剩下60分。哈，所以他的差距有110，
哦，我比较怕光头啦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也验证我的想法，有没有？就是说女生跳性感的舞啊，快节奏是行不通的。哦，一定要慢慢慢，一定要这样这样。小啊，真的就对。对，而且其实他也很有感觉，而且他刚刚其实带着那个纸袋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身材好好，这个女生好漂亮。然后他纸袋一拿下来，我又有点在怀疑他是男的还是女的。哦，有一刹那，就你担心是公的，有一点点担心、嗯。没有，但是看身材也知道啊。对啊，而且他不会是男生的身材。不是，他刚带那个纸袋的时候，他弯。弯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小捏，哎、欸，你这样会不会去买、那個、侧面那個？对啊，那一个，而且他最后有没有？最后在那边加速，咚咚咚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该不会去德莱树的时候会兴奋吧？看到纸袋，看到德莱树，太没用了吧？珍惜一点好不好？太可怕了嘛！牛皮纸袋，先生，你的一号菜啊！不要不要，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！淘汰的是淘汰狼，妖娇还是 Ivanka？我们请妖娇留下来，旁边那个 Ivanka 怎么会坐过来？ Ivanka 淘汰。你在选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吧？你选什么东西啊？到底会不会选啊？元帅，搞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搞什么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集合你们大家的意见。你们淘汰就淘汰了，没机会。对对对，不要拿下来了，就直接走上去。哇！那这个是你们选择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啊，他们哎、欸，说不定姚娇更辣，姚娇对啊，好不好？哇，看看庐山真面目，一二三，哎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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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不一定要露得多，哎，反正要露得恰当，对，神秘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刚才说眼睛像佩珍，拿下来真的还蛮像小珍的，像小珍啊，没有啦，是佩珍，佩珍啊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妖娇，妖娇，外号佩珍。用国语，那你的工作是也是 model？ 是放歌的 DJ。DJ， 现在 DJ 都这么辣，怎么样？美女 DJ， 今天带来什么表演？今天是带来出浴缸的辣舞。哇！是，来直接来，直接来，直接。走，不要走！哇，好贵哦！这一个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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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，哎，哇哇哇，受不了了！哎，你们鼻血都流下来了，鼻子注意一下。哎呦，浴缸哎！哇！他刚才看着我，被他电到了，被他电到了，是在看我。哇！乖，我睡都睡啊，怎么跳卡遐多？宅男们疯掉，会放落空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有没有？你们有什么？姚娇所领军的这一支夜店表演团体太可怕，太厉害了。GSC G 应该就是 Grace 嘛 ？Grace S 是。
S 腰叫，为什么？哦，腰叫。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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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这三位在夜店的表演，你们现在都是哪里的夜店比较多？就高雄。高雄。对，高雄。高雄都玩很凶哎。对啊。很火辣。高雄，他有时候来台北。但是他客人啊，他客人小费很敢给，有没有？拿过最多小费的？最多一个人吗？对对，听说因为都要塞到，真的塞到他身上，可以塞啊。而且他是。猪公、啊、小猪公铜板、哎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丢整一整只。宪哥，我看过一个最特别的啊，那个还好，我看过还有刷卡的。刷刷卡。喂，嘿，嘿，赶快了，赶快了，就给一万块的小费。一个人最一个人啊，没有什么特殊要求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就是表演完，然后他觉得我们表现很不错，然后就私下给我们。但是就是有跟他稍微。我们是喝水啦，那他们是喝酒，对，稍微跟他们敬一下这样子。哦，我以为你跟他玩喝水强化。我有人怎么在夜店更听不清楚吗？奇怪的，跟他们聊天心情好好，松开啊！他记者访问我的心就不太好，话比较少一点了，情绪起伏大呢。那直接的心肠他们表演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有问题，没问题啊，火太大太辣，来。欢迎大家夏日狂欢！哎呦，犯规了，犯规了，犯规了！他这个真的是大漏电，有没有？怎么了？气成这样？锦兰，你那个写真书，对不对？至少要像这种。先给我一个疑问，瞬间输掉了啦。他舌头破掉。舌头没有啦，那个是他因为数钱数太多了。这是一个风格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但是我觉得他们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，怎么说？就是刚刚跳的跳一跳都没有到主持人。哎，到我们真的是对怎么录嘛？对不对？对。气到我想说后面年底会有压轴过来，没有了嘛？对呀，就这样子结束了。不过刚刚那个 feel 还不错。太好了！我跟你讲，立冬，我现在重新投票，我前重猜，我前面全部都全部按叉。狼啊，搁伫遮呢，对，全部都按叉，难道我不想按吗？冷静下来，我为什么要按四个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平常喜欢打保龄球，对，所以这是 turkey， 这是 four bagger， 哦，四个连拳倒，火鸡喽，比火鸡还厉害喽。我爱的还是你们啊，转得硬哈。我跟他们讲一些场面话。OK，good show。表演都很棒，现在立冬不服了，但是应该让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决定。好，闪电侠来，等很久，装的这么久了，他其实都闪电侠这种感觉特别变态，闪电侠有没有？都在流口水。想跟三位当中哪一位玩一下？哦，哎呦，曲曲，宪哥跟那琴前教育一下。
好吧，这个有些事情啊，忍一忍，很快就过去。哎呀，两位请面对面。什么？只要传两张就。哎，他这怎么传？他用鼻子传呢 ？OK 的，那可以啊。预备，起。手，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，这里在发抖。第二张，不能用手。你喘，太幸福了啦！吸住，去掉哎！哦，不会看，高阳不会看。好了，红董，爽，他已经晕眩了，爽未退。现在加码啦，加码啦，玩到底啦，还有两个玩到底啊！他们特地从高雄来，真的吗？立冬啦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上来了，一三啦，难得从高雄来的，来了，一二三四五啦，给大家开心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就传两张就好，来吧，好，赶快，二四，插空，哇，好不好？今天宪哥心情真的很好，玩完就结束了啊。开始，你也要玩？喂，为什么只有你？我想说没有你那么好。不是，宪哥，济南的意思说他也想玩啊。没有，我不要。济南也想要跟你玩啊，宪哥。要不然唱全体同仁一条线。来，爱胜，大家来胜。来啦，没胜来啦，来啊，来胜嘛。一张过去就。来，你走。他也想跟你玩。没有人这么提议啊，宪哥。看到宪哥第一次动粗啊。你造华丽，造华丽，我告诉你。来，预备，起。宪哥，不要紧张，暗示想要小的哦。耗很久。七七，好重，很重哎。要用吸的嘛？对，小心，加油！为团队的荣耀，不要掉。要交。手在干什么？